这架十吨重的大疆无人机已经在这艘货轮上隐藏了365天，它的目的是为了偷袭漂亮国的里根号航母。这架无人机配备了全球4个最先进的超清摄像头，并且还能做到360度无死角精准打击。无人机腹部还挂载着数枚超高音速导弹，一次性就能发射24枚导弹打击目标。可无人机刚做好发射准备，就被航母上的舰长及时发现，他立即下令让所有防空武器系统调转至无人机方向。下一秒，无人机锁定航母发射导弹。24枚导弹全数被当空拦截。此时航母甲板上一架 F-35 已经蓄势待发，在地勤人员的指挥下，战机瞬间弹射起飞。然而 F-35 刚刚起飞，无人机再次发射24枚导弹，一架 F-18 战机还没来得及升空，就已经被一枚导弹击中。非常精彩炸裂的一部枪战动作爽片，强烈推荐大家去观看高清完整版。如果不好看，我直接把表妹送给你。